跟他的故事啊。所以各位女士、各位贵宾，大家好。好。首先，我要代表台糖公司，甚至于整个台湾，诚挚欢迎来自于英国、法国、日本的这么多位的嘉宾。除此以外，还有很多与会的专家学者。更重要的是，这几十年来追随着台糖的一些非常有热忱的糖铁的一些朋友们，一起来到嘉义的这个蒜头糖厂，参与糖铁机车头国际论坛。各位贵宾的出席，为此盛会呢增加很多的光彩，那我们都感到非常的荣幸。本次的论坛，我们邀到的有英国这个铁道公司的一个 Michael Riley 的秘书长 Andrew Charman， 也是我们另外一位来自于英国的贵宾。除此以外，我们法国有两位朋友，一个是 Jean Paul， 另外一位是 Cyril。 Welcome to Taiwan。 那更重要的是，来自于我们邻国的部分，我们来自于日本的Carita 夫妇，那还有呢 Kodama 先生，来到我们这个场域，来到我们台湾。这么多的这个贵宾呢，我们希望能够经由大家的参与呢，能够有共同的交流，在找回这个所谓糖铁的这个记忆以外，怎么样子而后呢让它能够发扬光大，它的经营的方式，它的发展的策略，如何大家一起来提升。借此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把台湾台湾的我们的台糖的糖铁跟这些国际的一些铁路呢能够结合在一起，那把这个所谓糖铁的文化呢转换成是一个没有国界的文化。糖铁机车国际论坛的题材非常丰富，不仅英法日三国来这边，今天下午会有一些演讲，我们也邀请了阿里山林业铁路的贵宾。可不可以请我们阿里山的贵宾，大家给他们一个掌声好不好？欢迎 ，Welcome。好，他也是我们非常重要在铁路上面一个伙伴。以前呢我们都是各做各的。我希望以后经由这一次呢，我们大家能够合作的更密切。因为铁路的文化其实是台湾最早的一个所谓的交通的文化。甚至于比高铁还要来得早更多。我们需要把这个带回来。那我们希望结合这些不同的单位，还有我们的专业领域里面的铁路的这个专家呢，他们的知识跟他们的洞察力呢，怎么样把这个窄轨的铁路的保存跟而后的一些经营呢能够发扬光大。那我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我想大家知道这一次的节目事实上叫做糖业文化节，糖铁只是糖业文化的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不是全部。台湾糖业是台湾产业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历史，如果说不只是重要，它可以说是台湾可能最唯一的有历史性的一个产业的发展。所以在这个所谓的糖业的发展的这一部分呢，我们认为它不只是一个台湾短暂的所以看得见的一个资产。过去几十年来我们努力的，也可能努力的不够，怎么样把糖铁的文化还有糖业的文化带回来。那借由这一次，我们希望把这个糖业的资产再带回来。那个资产跟一般的资产有什么不一样呢？简单讲，糖业的资产呢不是一个传统上面冷冰冰的一个资产，它是一个有温度有记忆的资产。那我们大家怎么样把这个有温度有记忆的资产大家吸收，再把它找回来。它不像是一个所谓的传统的只是历史而已，它生活在台湾几乎是每一个县市都有的一个所谓历史记忆。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这一次的这个糖铁的这个国际化呢，我们也能够让台湾的这个糖业的历史它深入我们的社会，在我们的文化的成长过程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能够让国外的人更清楚。那借这个机会，我们也希望能够
跨出台湾，更了解其他国家的这个糖业或者是相关的窄轨的这些铁路的一些文化。所以最后呢，我想我要预祝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糖铁机车头国际论坛呢圆满成功啊，在座的各位呢阖家平安啊，万事顺利，谢谢大家。再次感谢我们台湾糖业公司黄玉珍黄董事长 ，Special thanks for Chairperson Charles Huang Thai Sugar Corporation. Thank you. 紧接着呢。